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陈丽。今天我们说说 How to encourage your friends in Chinese，怎么用中文鼓励朋友。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哭、哭、遇到、遇到。 短，短。The opposite is 长，long。长。完成，完成。难过，难过。努力，努力。提高，提高。成绩，成绩。 提高成绩。是。是。只有才。只有才。Let's learn some words more. 遇到，to encounter。我在我家附近经常遇到他。遇到他。 我们旅游的时候，遇到了刮大风的天气。遇到了刮大风的天气，难过。难 means hard，过 means live，together means sad。难过的时候，我就去跑步。 这个电影让人难过。努力，hardworking。我每天都努力学习，study hard，努力学习。这些服务员工作非常努力，工作非常努力。 Work very hard. 好，我们看今天的课文视频。啊，你怎么哭了？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没什么，就是考试时间太短，没完成。别难过，从现在开始努力，只有努力才能提高成绩。谢谢，我试试。别担心，会好起来的。 课文视频看完了，Could you answer these questions？你能回答这些问题吗？他哭了吗？哭，cry。他的考试完成了吗？完成，finish。只有怎么样才能提高成绩？How can she improve his grade？ You could think about it。我们可以一边读课文一边想。你怎么哭了？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没什么，就是考试时间太短，没完成。别难过，从现在开始努力。 只有努力，才能提高成绩。谢谢，我试试。别担心，会好起来的。我想你现在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了。他哭了吗？他哭了。 他的考试完成了吗？没完成。Didn't finish it. 只有怎么样才能提高成绩？只有努力才能提高成绩。Only hardworking can improve the score. 好，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语法。 今天我们要学习两个语法点，就是只有才。就是，here means but，before 就是 is something good，after 就是 is a bad aspect。For example，这件衣服非常漂亮。 就是太贵了，就是太贵了。我对学习中文感兴趣，就是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只有才，means only if will。只有吃药，你的病。 才会好起来。只有经常复习，才能记得这些生词。只有怎么样才能记得这些生词？只有经常复习才能记得这些生词。今天的词语和语法。 你都学会了吗？Let's review together，让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哭，哭，遇到，遇到，短，短，完成，完成，难过，难过，努力。 努力提高，提高成绩，成绩努力提高成绩是是只有才只有才我们来看今天的练习。你为什么哭了？ 我很难过。你可以一个人完成这个工作吗？我试试。你昨天遇到谁了？小王。你答对了吗？ Did you get the answer correct? 今天我们说的是遇到不高兴的事儿和鼓励朋友，encourage friends。如果遇到不高兴的事儿，我就跟朋友说说。如果遇到不高兴的事儿，你做什么？Don't forget to tell me your answer. 别忘了告诉我你的答案。再见，下次课见。See you next time.